那今天在这边召开这个记者会呢，主要是因为陆江国小两位老师刘芳君老师以及翁丽淑老师，他们在六月底，也就是学期末的时候，在学校带着小朋友安排了一场校外教学，到这个郑南榕基金会去参观一个特展，查某人的228，查某人的228，这个特展。那这样子的户外教学，结果却引发了这个有家长向一位这个新北市的陈姓议员陈明义议员陈情。那么陈议员在我觉得他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这个情况底下呢，就向教育局以及学校这边提出了一个申诉，然后要求学校给予说明甚至认为说老师是不适任。这样子这个陈姓议员背后这样子指责老师的这个不适任，以及认为这样子的户外教学是所谓政治介入校园，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知识体大，并不是单纯只是所谓的政治介入校园这样的指控而已。这不是我第一次带学生到郑南榕基金会进行教学人权教育跟性平教育一直是我在教育现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然后而且也不只是郑南榕纪念馆、228纪念馆纪念公园景美人权园区都是我们校外教学常会去的地方，而且我也会邀受难者前辈或者是同志就是流亡的藏人新移民到我们的班上来分享生命经验。当然这个不是第一次受到质疑，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有问题，毕竟我们已经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压制所以我相信很多家长是会有疑虑的。那所以我们就展开对话，那个过程就是沟通讨论对话再对话，所以最后就算我们各自还有立场，但是还是能够相互理解。这个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台湾民主台湾很可贵的地方。可是这一次我觉得面对这种威权蛮横蛮口谎言的政客，不但是伸手介入了教育专业，而且还示范他口中对我的指控，就是自导自演造谣抹黑。我们希望落实教师要专业之主，我们希望每一个老师带着孩子去任何一个纪念馆跟博物馆没有担心跟恐惧。网友很可爱，他给我很多留言，他们说现在的社会不需要不自杀生命。我当然知道没有人会杀我，可是我担心的是在校园霸凌之下我能不能挺过这一些风雨。星期四我接到了学校给我的电话，我知道我出事，我虽然知道我没有做错，可是我知道我的学校不会挺我。然后教育局的介入，然后议员的关切，我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老师他对自己教学自尊心上的打击，再来就是阶层压力的层层压迫。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基层老师，他只是平常想教好孩子，他平常只是想照着课纲课本能够活化他的教学，却要在封闭的校园里面对这样体制的压力。教育局的官员排排坐，然后校长跟老师校长跟议员在等我，陈情书里的妥处，还有他直播中的不适任教师。所以我在凌晨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办法睡，我看完了直播我很难过，我其实一直不愿意发言，然后因为我很害怕被关注，我们心脏其实没有那么强大，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不站出来，很多基层教师他不敢进行自由的教学，因为我们总是被这种威权所压制。历年来许多各级学校的老师们带领学生参访郑南榕纪念馆，并未受到质疑或打压，在此本会必须严正指出，此次陆江国小的参访事件被污指为疑似有政治活动，令人担心朋友借题发挥，故意忽略真诚面对台湾历史的态度，似是而非的扭曲
具有历史与社会教育价值的本意。正郎基金会要再次强调，对于翁老师及刘老师带领学生参访郑南榕纪念馆而遭到关切，我们感到忧心。我们要敦请鹿江国小校方与新北市教育局，应该要保护老师，让教师的教学免于遭受无端的干扰。我们也要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有良知、有热忱、无畏强权的教育人员，就像在场的刘老师跟翁老师，我们要给予他们强力的支持。本会也将一本郑南榕先生不惜以身殉道、追求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精神，坚定的将对的事情做对，继续协助并支持两位老师完成后续的校外教学工作。这一次，对鹿江国小两位老师提出批判的这个民意代表陈明义议员，我也要特别强调，陈议员他现在身为民意代表，经过选举而选出来成为一位民意代表，他所享有批判政府的权利、政党轮替的权利，通过选举获得身为一个民意代表的权利，这个 power 其实就是郑南榕先生所争取而来的。陈议员应该要紧紧的记得，这些都是郑南榕先生为大家，包括为陈明议员所争取而来，他现在才会享有这些民意代表批判政府的权利。其实郑南榕先生在这个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去了解这个过程，去了解民意代表为什么会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不正是两位老师带同学去郑南榕纪念馆参观最主要的目的？我认为这个不应该去被指责。陈明议员他这样指责两位老师这样的行动，甚至说他们是政治活动，其实跟他自己民意代表的身份是自相冲突、自相矛盾。我们有非常多的亲子家庭看到了教育局的副局长、校长被民意代表叫到记者会的现场，抛下了自己的老师，这一幕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到底是怎么样的向上级服从的文化，让学校马上的跟老师做切割？这样这类型的教学并不是第一次，学校也都照正常的程序在做处理，校方跟老师也有一定的授权，校方想要找老师了解详情，一同的反省检讨，我们都觉得很好，应该要一起负责。可是你跟民意代表一起开记者会，只顾着跟民意代表道歉，真是让人太痛心了。当我们的小孩进入学校，我们希望他是去受教育，而不是去耳濡目染这种官场的文化。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接受人权的教育。我在此非常严正的声明，请校方、教育行政体系及诚信议员公平地对待两位老师，要是有秋后算账的报复行为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很期望明代能够回归到监督和为民服务的专业，而且要敏感自己的权力运作，不要轻易把人民赋予的权柄挥洒在这种思想控制之上。我也想呼吁教育工作者的格调应该要回复，不要轻易背弃自己教育上的使命，把孩子的主体最佳利益要放在第一位。我也希望议员可以不要利用自己的权柄去指挥教育单位，不要让这些教育的专业工作者成为造谣抹黑的打手。我也希望教育部能够身为教育的主要决策者，能够把转型正义的任务跟规划在教育的政策里面彻底的执行，然后让校园里面的威权遗毒彻底的移除。